跟这个翻转翻转哈、哦。我们下一个停靠站是玄光寺码头，玄光寺码头。各位船长哈，沿途因为我们会跟大家来做一下介绍，我来做一下介绍哈。我是小刘船长，我们待会介绍右边的方向，要吃这个中午茶的阿婆茶叶蛋的，就在下一站，就在下一站哈。我们的游行动线呢、啊，先到这个阿婆茶叶蛋玄光寺，然后呢，再到左侧少数。